房子不光是房子，因为里面装着的是家，也承载着这一家人一辈子的幸福。卖房子不单纯是做生意，在我眼里，房子它是有生命的。我们赚的不仅是佣金，还有良心。加油！你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坚持，必须成功！9月9日晚间10到12点，安家。